甚至与化妆师女友 Mia 去年大方公开恋情，但也时常透过社群低调放闪，在二月的时候坚持先是晒出公主抱着 Mia 滑雪的影片，让不少粉丝直呼太可爱了啦。引人注意的是，情侣俩近日到泰国游玩，两人也罕见大方贴出合照，照片中可以见到建智相当霸气的搂着 Mia， 画面充满着粉红泡泡呢。而 Mia 在文中提到，在八年前自己第一份化妆造型相关的工作就是在泰国拍电影当助理，就一路走到现在了。感性之余也不忘附上 hashtag 提到，右边是廖居哥。此外，他也在限动晒出两人身穿豹纹情侣装的照片，并在文中说道，自己原本在出国前觉得穿豹纹情侣装走在路上很耻，好啦，其实蛮喜欢的，看起来两人感情相当稳定呢。对此，不少粉丝看完也纷纷直呼真的太配了，祝福建智和 Mia 幸福快乐啦。